我那我就小心想的也过个年就好嘛，咱们就是。2013年2月7日，农历腊月27，赖新年一早就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回老家过年。赖新年和老伴儿都是兰州市一座森林防火站的护林员，他们已有2个春节没能回老家了。今年县里要组织几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活动，作为兰州太平谷的省级传承人，赖新年必须在过年期间回去一趟。我是一辈子给过年什么的，今天把这吃一下啊。明年给回来，我这就我都今年也想做山寨的人。赶紧把那拿上，啊，别吃。吃了嘛，就给我打来电话。啊，好好好。想家了没有？哎，想了嘛，怎么不想家的？这今年我不回家，孙子们几天不见就想了就不成了。其实，赖新年挂念的不仅是在家的儿孙，他知道近几年来村里的太平鼓手们一直忙于商业演出，会传统打法的人越来越少了。他希望趁过年闹社火时，组织村里的年轻人好好练一练。这时，远在中国东南的江西石友村，叶根明正在教村里的孩子们跳傩舞。这是一种起源于傩神祭祀文化的古老技艺。每逢春节，跳傩舞以驱邪祈福，在石友村已有600多年历史。与赖新年一样，叶根明也是一个执着的人。他跳过20多年傩舞。如果不是5年前在一场车祸中受了腿伤，他至今还是石油村挪班的一员。后来当了村委会主任的叶根明一心想着要把石油村的挪文化传承下去。几年前，他和村里一些教师共同发起了挪舞进校园活动。这个挪舞进校园呢，在2006年的时候才开始做这个进去的，让我的那些小学生去学这个跳舞，让他们能意识到你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东西，主要是不能把这个东西给丢了。是吗？石油村盛产蜜橘，叶根明家的蜜橘最远可销售到东南亚。过2天就是春节了，这是石油村一年中跳挪最密集的时期。有几家媒体与叶根明联系，说要来村里观挪。他觉得这是把石油挪文化宣传出去的好时机，他要好好接待。这天上午，甘肃兰州，赖新年颠簸了2个多小时才回到高兰县华间村。这时，2个儿子、3个孙子都已等候在家。哎，今天算起来这还就回不了家过个年了。爷孙三代坐在一起，就聊上了太平鼓。我们出来了，今天大伯的。富贵的嘛，我们富贵呢是开始开太监的是大爷，我们在那就富贵呢还有一部分人呢都兰州打起来。你要钱啊？我钱，挺好的，挺好的，要钱了啊。你要钱了？来晓得了呢。13呢都16的是上百元的嘛。也还起了啊？哎呀。我们这锅子不舒服啊，给真正的打破了这个名堂的。我看大家啊，在这太平锅沟头也吃了一点点饭了。没吃了很多。华间村位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这里气候干燥，土地贫瘠，早春季节常遭遇干旱、霜冻、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因此，人们自古就要在正月里模仿鼓军阵法排演太平鼓。传说隆隆的鼓声能沟通雷神，驱走灾害，保佑风调雨顺。现在我们这鼓，现在就是比原先我们那个鼓，老鼓的话要好就多了。那肯定新打法好嘛，高过一点，低过一点。打的新打法看起来养分子证明原来的那个好，实际上这个太平锅是个组合太平锅，真正的这个混圈夹子的锅呢就是我们的老打法。说起太平锅的打法，
也许没有人比七十岁的赖新年更有发言权了。论老打法，他是省级传承人，实行的新招式也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是1990年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太平鼓以他粗犷雄浑的风格一夜之间名动天下。赖新年就是编排这个节目的主创之一。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年为了适应表演，新创的许多打法日后被广为采用，而祖辈传下来的古军阵式太平鼓，会打的人却越来越少了。一、二、三、四、五，你看着，你的这打法是啥的？这样重要哈，这样重要哈，不能缺失。这鼓呢，毕竟打给这么小，啊。就这打法，你这个腿子前一下后一下，这就跟新国上的七十几个。爷孙三代聊得新奇，轮番比划起来，孙子辈们基本功的欠缺，让赖新年更多了几分担忧。好，啊，还有你儿子陪同。像你们正确把这国后后的正确来给判下去，你们里面还是这样的，你是会演的，你去把这孙子们救。啊，那真的，我想着啊，那这世上这给张学正的和各个同口了，去就做这样的这活的。这时，在江西石友村，叶根明和挪班的成员们都聚到了挪神庙里，他们要对跳挪舞的道具进行一次全面检修。再过两天，这些面箱将装着跳挪舞的面具走遍石油村每一个厅堂。跟兰州华间村一样，这里的挪舞也是从正月初一开始，一直要跳到十六。石油村的挪班有八个人组成，他们被尊称伯，按入行时间的早晚依次递升。我这个罗班的程序是，大伯去世，由二伯顶上去为大伯，三伯为二伯推上去。这是一种古老的终身制职业。叶根明16岁入行，20多年里从八伯升到三伯，2007年因腿伤才不得不退出罗班。不过，由于他是年轻伯中最熟悉罗班仪规的人。很多班内的事务，他还是会积极参与张罗。挪舞道具中最重要的是这些面具，他们总是以这种不变的神态，默默守候着每一个岁末年初的时节。按照传统，石油村的挪面具每3年要翻新一次，称为开光。今年恰逢又一次面具开光，意味着正月里的挪舞跳得要比往年更欢一些。到那时，这些平日以种地为主的汉子们戴上面具，又会暂时转换角色，成为整个村庄的保护神。检修完道具后，叶根明来到村里的祠堂，跟头人确认今年跳挪的路线。头人是人们对挪班管理者的统称，现在村里共有32位这样的头人。石油村的村民大都姓吴，据村谱记载，现在这个挪班是明朝永乐年间石油吴氏的先祖吴朝宗从广东海洋县令任上告老还乡时带回来的，是吴氏世代传习的私产。叶根明说，以前头人管理挪班非常严厉，动辄打骂，但也多亏这种特殊的头人制度，才使石油村的挪文化传承了数百年。态度真的不认可，但是东西留给我们，真的我认可。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头人的态度真的变了。这老大老板的话，叫各要绷住面具，那今天发了个毛线，叫比方说我人给别个动一下。这天晚上出现了一个突发的状况，罗班早前就答应过明天在邻村的一场挪舞表演，没想到临近演出却遭到老头人的反对，不得不临时取消。买了都在后面那墙壁上面那些写了去的，哎呀，那不就西班牙三月五的西班牙没跟上你的舞的，而且面壁是围上的。
虽经叶根明出面反复沟通，对方还是不肯答应，大家无奈只好派人去找老头人通融，明天一早给回话。你办正事叫那啥，我打开了，光等你了。在甘肃华涧村，腊月28一早，赖青年就四处张罗村里的年轻人，准备演练几遍太平鼓的传统阵法。趁等人的功夫，他带领自家的子侄们先耍了起来。在华涧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鼓，而赖家则是传承了6代的太平鼓世家。赖新年说，赖家祖传的太平鼓源自古代黄土高原上屯垦的军队，旗手相当于将军，鼓手相当于士卒，打法不仅融合了武术中红拳的功底，还包含着杨家枪法的招式。只要像那有种子的，家家东西蹦好了的，枪法都讲嘛，切手切好了，你把功底好。这个名叫燕子三抄水的动作是赖新年独创的招式之一，但是等了好一会儿，不仅村里约好的年轻人没有出现，自家的子侄也对赖新年的想法提出了质疑。现在社会的进步说的啥，我把你老头子现在学会，把你里头的结晶出来的精华我现在打出来，这就叫掉了当时就容易打，你把掉了当时我还挣钱去了，我忙得不得了，你得了还飞，不搁钱一个我还飞飞了的很。我告诉你给我打的这打也可以就得了，你这把人起掉了，我得了啊你。这时远在江西的叶根明正往县城里赶，昨晚被头人叫停的锣鼓表演最终还是没能争取下来，但叶根明已顾不上这些，联系好的几架飞机即将到达，他得抓紧时间置办一些吃用的东西。南方的春节总是湿冷阴雨，叶根明特意为北方的客人准备了电暖气。都是木鱼，但是往这边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问号。我当时也想过，我把村里的那些很多有新房空闲下来的房子，我想叫他们装修一下。他们说，装修之后有人来住吗？叶根明是村里最早办起家庭旅馆的人，虽然他已退出挪班，可村主任加上原三伯的身份，使得来观挪的游客记者都愿意找他，当地人称他为挪班的经纪人，挪班的兄弟们则戏称他是挪导游。这天下午先后有2波客人抵达，叶根明都接待得妥帖周到。2006年石油挪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古老的传承方式加上会跳全套挪舞的大伯二伯年事已高，年轻的伯们对挪舞的传承观念又比较淡漠，这让叶根明心里有着隐隐的担忧。叶根明还在跳挪时曾多次随挪班在国内外巡演，这些经历让他了解到媒体传播的力量，他希望媒体的关注能给石油挪的传承带来转机。在兰州高兰县，没打成鼓的赖新年这天下午领着小孙女来到黑石川乡，找他的老朋友魏永红师傅修鼓。魏师傅也是兰州太平鼓的非遗传承人，不过与赖新年不同，魏师傅只做鼓不打鼓，赖新年手中这桶老鼓就是当年参加亚运会时魏师傅给做的。魏师傅最近有个大喜事，他筹划多时的太平鼓传承保护基地已获得国家拨款，过完年就要开工了，他希望建成后赖新年能过来帮忙。
以前基本上肯定还有大爷。我还是思想你还是稳步前进呢，不老脖子没得过大。我那已经设计规划好了呢，你最想是把这培训比比你们更好。啊，就是你最热的。你头两天我劝他你不听他，你都跟前你扒上了我给你培训。临别时，魏师傅的小儿子怀峰来了。魏师傅一直想把骨场传给这个儿子，但怀峰对父亲的老手艺从来就不感兴趣，宁愿待在兰州城里过自己的小日子。尽管当着赖新年的面，父子俩还是吵了起来，不欢而散。2013年2月9日，在江西石油村，一大早，罗班的大伯就赶往罗神庙。今天是除夕，罗班的八位伯要在这里布置桌案，为他们供奉的罗神太子洗面更衣。这是新年跳罗舞前最后的准备工作，从此日起，神台前的蜡烛将昼夜不息，直到正月16罗氏结束。我的花镜子，你把娃小孩子，你那个时间小孩子，你怎么没印象？刚才说的是炒面，吃了对吧？哎，好，来吧就吃吧啊！真的，我这炒面就尝一下。娃子现在那三轮是。都吃。在甘肃华坚村，赖家的年夜饭早早的就开始了。农历年里最后一顿吃长面是这里的风俗，寓意来年福寿绵长。我们这地方的讲究，30分钟来一个豆腐锅，八九个也会在。明年会过个后年嘛？那我的这身体好，我的这病很害怕，想不得。小辈们没有想到，一向豁达的赖新年却在这时伤感起来。也许在赖新年心里，过去这一年对赖家来说真算不上顺遂。就在几个月前，教他打鼓的大哥和一个侄子双双在车祸中离世，在外漂泊了10年的小儿子赖世忠总算回家过年了，却没带上他12年未见的小孙子。今天我缺德给你做好，心里就不好得很，俺的娃们就把饭吃了。你说那，像我的孙子或者儿子们这一关呢，我也把两接了。我都这一步上了的，我就心里就实在是巴不服了，我就让你把饭我吃的就心里就了。开始。远在江西的石油村，这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来，叶根明家的年夜饭是在一片热闹中开始。是，对。新年快乐。叶根明的儿子在外地当兵，没能回来。不过白天家里刚住进一个摄制组，还有两个年轻背包客，虽少了些一家团圆的温馨。但大家共同期待的罗舞，明天一早就要开始了。此刻，宾主双方都已沉浸在一种浓烈的氛围中。2013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一。甘肃黑石川乡的太平山脚下，从清晨起就汇聚着来自各村的社火队。每逢春节开年闹社火，是中国这片黄土高原上广泛流传的闹春习俗。这天是整个黑石川乡的庙会，初一过后，这些社火队还会走乡串县，尽情欢闹。千百年来，人们相信正月的社火闹得越欢，越能收获一个五谷丰登的来年。赖新年也已来到现场，乡里几个村的鼓队与华坚村相约，要在太平山下来一场比试。有的鼓队此时已经跃跃欲试。在群山环抱的江西石油村，
这天一早也热闹开了，家家户户都到农神庙上香，给农神拜年。罗班的八位伯也已换上红底碎花的棉布衫，这是他们跳罗舞时才会有的装扮。首先是起锣，人们在罗神太子像前燃香礼拜，然后把十三副分别代表着雷公、判官、罗公、罗婆等的面具一一取下。之后半个月里，一种古老的舞姿将在中国东南部这个小山村的200多个厅堂反复上演。整个跳挪活动包括起挪、演挪、搜挪、圆挪四个阶段。这时在甘肃黑石川乡华间村的鼓队开打了。在兰州的社火里，太平鼓一直以他豪迈阳刚的气势而备受瞩目，往往是一支社火队的开路先锋或者镇队之宝。当地老人说，太平鼓是通天的神器，因此平时是不能乱动的，但正月的太平鼓却要打得响亮，上天听到了就会驱除旧岁留下的邪气，降服给这地面的人间。一轮比试下来，大家都说还是华间村打得好，这让赖新年很是高兴。虽然这次比的还是新打法，但自家村子太平鼓的实力一向都是足以令他引以为傲的。这时太平山上的老艺人为获胜的华间村鼓队唱起了太平歌，这唱歌头脑就九七山。而在江西石油村，人们的演挪活动才刚刚开始。远古传说中，挪神凶猛有力，能帮人驱鬼逐疫，因此挪神祭祀曾被周朝定为国家大典，后融合了许多民间故事，成为人们春节期间用以消灾祈福的挪戏。石油挪戏无舞不唱，又称挪舞，其动作粗犷古朴，对现代舞蹈艺术极具启发价值，被誉为中国舞蹈史上的活化石。拿起鼓为挪舞伴奏的叶根明，完全不是已经退出罗班的样子。可能是我在里面年份太长了，对这个东西有一种说不清楚，基本上是已经就忘不了了。石油村与罗舞化无法割舍的联系也是同样的道理。驱邪祈福是中国人所有过年习俗中最初的源头，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令，不同地方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借助这些传承久远的仪式，表达人们对祖先和自然的敬意，以及对家庭美满幸福的共同追求。第一天的挪舞还没有结束，叶根明一直跟随在演挪队伍旁边，为每一位前来观摩的客人解决着不时之需。未来15天里，这是他唯一的工作。现在我虽然不在挪威，我也希望我的那些兄弟们把这个东西一直放到心里。我是本村人，很想把这个地方上的东西一直传下去。这时在甘肃兰州，赖新年已回到华间村，他打算趁明天人们去兰州庙会前，找村里几个太平鼓高手合计合计，怎样在即将落成的基地里把祖先留下的太平鼓传承下去。